大家好，我是朱迪啊。咁我而家喺边呢？咁喺屋企啦，喺度拣紧衫。睇下嗱，我啲衫咧就系咁嘅色嘅啫，全部都系咁嘅色嘅啫，冇噶啦。咁啊，今日做咩呢？今日咧我就去打疫苗啊，好惊啊！因为咧，打疫苗咧，我都考虑咗好耐啊。因为怕会死啦，但应该不会死的，我咁健康系咪？咁啊，即系 touch wood touch wood touch wood 系咯，又谂下，哇死啦！我做紧嘢要用手嘅喎，有啲人话打完咧嗰个手臂咧会好鬼痛噶嘛，咁啊谂紧。唉死啦！咁咧，我右手又要做嘢，我左手同時間都要做嘢噶嘛。咁啊，睇下可唔可以打第二度啦？打邊度啊？大家諗下。嗱，咁樣著得方便啲啦，係咪啊？嗱，咁樣應該 OK 啦啩。俾大家睇下咧，女人嘅手袋里边系有啲咩咯？有纸巾啦，有阿婆遮啦，有一袋杂物啦，有银包啦，系呢个系我银包。咁啊，锁公司锁匙、屋企锁匙啊，口罩啦，耳机嘅袋啦，冇啦，我基本上日日都换手袋噶。老板话我好麻烦，麻咩烦啫？咁人哋啊买埋手袋啊，梗系要换噶啦，成日话麻烦，唔好理佢。而家去紧呢个嘅南势嗰度打针，咁佢咧，我礼拜一 book 咧，礼拜五就一打咯喎，好鬼快喎，即系但系咧好多打针嘅点咧都已经满晒，得翻呢一个噶啦。好惊啊！我最怕打针噶啦，好鬼惊啊！希望一阵间嗰个姐姐温柔啲啦。唉，到啦，到啦！好惊啊！行紧去。呢个嘅打针嗰个站嗰度啊，真系有啲惊啊！喂，就系呢度啦，就系呢度啦，要填呢份嘢喎。我终于都打完针啦，在这个南区，什么？市民活动中心，对啊，齐心抗疫，其实都不痛的，我害怕到死了。我问他说：“我其实两只手都要工作的，我可不可以打另外一个地方啊？”跟着他问我：“你想打什么地方？”我说：“我可以。”打屁股吗？他说不可以的，不可以的。可能因为这个不是私家的诊所，所以他就没有地方让我脱裤子去打屁股了。哇，刚才害怕到死，还有害怕都没完，都已经打完了。话要打啫，啲人咪自动自觉长咗上上，啲七成你快，讲紧两个月都唔到嘅啫，系嘛？即系两个月都冇啊！谂下嗰阵时讲紧系几月阵噶，两个月都冇啊，已经打七成啊，黐线快到！同埋台湾人真系信任政府嗰啲，你睇香港送埋楼啊都冇人打啊，黐线嘅真系。是不是已经打七成了？是的，七成，第一针七成。第一针七成。我都是第一针的其中一份子，七成之内的一份子。
有关跟火有关。怎么搞错？要做安全的防护，不然的话。而家去边？翻工啊！今日晏昼都有客做啊，听日成日都敷晒，希望我唔会晕低啦，或者只手提唔起啦。去翻工咯，翻工啊！打完针大晒咩？这个就是我的日常啊！唉，除低口罩先，好鬼热啊！啲人话咧，打完针咧要饮多啲水，同埋咧要食多啲维他命 C 嘅嘢。咁我饮多啲水啦，唯有晏啲咧话俾大家听咧。哎呀！鬼論盡啊！真係晏啲話俾大家聽咧，我有咩反應？哇，應該唔會好似部電話咁樣撲喺度嘅。嗱，而家咧，過咗咁多個鐘頭啦，大約差唔多九個鐘頭啦。咁我而家咧都仲係好精神嘅，冇咩特別唔舒服嘅。不過個手臂咧就係有少少痹痹地咯，即係打完個手臂。係有少少痹痹地咯，又未至於話提唔起咁樣咯。但今晚會唔會嚟料呢？真係唔知喎。咁過咗今晚咧，再話俾大家聽。啱啱食完晚飯，去咗三井嗰度行一行，我發覺咧，我手臂咧而家遞起都有少少痛，係有啲痹。希望今晚唔會燒到冚冚聲。夜晚的三井嚇，幾靚嚇，好靚啊！今日是第二日，咁我琴晚咧就冇發燒啦嚇，咁啊好好彩啦。但係個手臂咧係有啲腫咗啦嚇，一掂到佢就痛啦。咁所以阿老闆咧好賤格啊，成日都話要撳我個手臂啊。咁啊冇乜嘢嘅其實。又不是話好唔舒服咁咯，淨係個手臂痛咯，所以我挨唔到落呢邊瞓咯，咁就係咯。今日照常翻工啦。嗱，咁聽我啲客講咧，話打完疫苗咧有兩日假放嘅喎嚇，咁啊我啊冇乜所謂啦嚇，有嘢翻嚟做啦，都約咗咯。咁只要我冇發燒翻嚟做啦，咁唔通啊坐喺屋企啊集中精神啊去感受我個手臂有幾痛咩？咁況且啊，喺香港嘅時候啊，試過有一次咧，撲到隻手爛曬嘅，因為去跑步撲親啊。跟住咧，我第二朝啊，八點鐘啊就要開工啦，做到夜晚六點啊，都仲係咁啦嚇。呢啲咁樣嘅打針仔小兒科啦，邊啊會爛到我呢啲港女啊？好啦，咁啊報告完畢啦嚇。咁啊，打完一針之後，我又唔死得，又冇事，又冇發燒啦嚇，手痛痛地啫。好啦，咁我哋下一支影片再見咯，拜拜。